我们来看到中华队在世界12强棒球赛射日夺冠，举国欢腾。那么24号，除了空军出动伴飞的尊荣礼遇之外啊，桃园国际机场的接机阵仗更是前所未有的盛大。然而，这样的场合还是少不了政治人物现身沾光。副总统萧美琴现身桃园机场迎接中华英雄，但是也因此造成现场的动线大乱，让不少网友是边看直播边开骂。粉专不演的新闻台就发文质疑了，该问的在赛后在机场在机上都问了，就为了要去应战的萧美琴放个背板堵住全队想要回家的动线，官员滚开，时间与空间留给球员与球迷互动，不想互动的也能够自由离开。好，那中华队的好成绩呢，也在国内掀起了棒球热潮。无法飞到东京巨蛋的球迷是来到了台北市府还有新北耶诞城，共同集气上演台式应援，替远在2000多公里外的英雄们加油，甚至连社区大楼间都传出了阵阵的欢呼声。而中华队也是不负众望，以4-0击溃了日本。赢球瞬间，东京巨蛋全场球迷欢声雷动，成为台湾主场。而远在2000多公里外的台湾，更有大批民众守在荧幕前见证历喜客。挺台湾，挺台湾，纯洁线没有极限。你能看到今天这个表现，你能想象他是一个带着伤上场的选手吗？这样的中华队，你们都不爱吗？30几年世界冠军，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冠军，今天是台湾的主场。北市府破1000名球迷到场观赛，现场座无虚席，人潮蔓延到大门口，热情台式应援再现，其中也惊现市长蒋万安。新北耶诞城广场舞台前更是人山人海，全是为了中华队加油，应援球团带动全场球迷。球迷齐唱应援曲，现场还出现千人波浪舞，赢球当下更有不少人瞬间爆泪。宁静的社区爆出尖叫声，原来是家家户户通通守在电视机前集气，赢球瞬间欢呼声响彻云霄。举国全欢同庆中华英雄夺得世界冠军，创下史无前例壮举。记者张文轩 SNG 小组双北采访报道。台湾队长陈杰宪是以超高打击率以及冠军赛今天一级拿下了赛会的 MVP 等4项个人大奖。他出生在棒球世家，从小受到了父亲陈建章的启蒙，加入球队。3年前陈父因病离世，一度让他大受打击。那母亲也在去年因为肾脏疾病离世。陈杰宪受访的时候谈到要将冠军献给天上的父母，那亲友也直言，除了双亲的栽培，他也靠自身努力达到了这一身成就，成为台湾的骄傲。好，另外一位呢，就是21岁的王牌投手林玉明，好，主投4局无失分，也成为中华队制胜的关键。人在台东开早餐店的林妈妈也相当的开心，对于儿子比赛的表现，她给出了100分，并且透露林玉明从小就很喜欢棒球，为了要一圆旅美梦呢，也请了家教来学英文，因为他从小就想要挑战大联盟。啊，超紧张的。啊，你今天给他昨天的表现打几分？100分哦，100分，真的哦，真的考得很好了哦。对啊，个性怎么样啊？个性调皮呀、啊，很调皮啦哈、哦。对呀、啊，好逗的。可是他不是8+9了哈、哦，网络上讲的那些不是，他绝对不是8+9，他就不是了哈、哦。不过他对棒球很执着哦。对，最热爱了了、哦。对啊，他英语从小就很好，对不对？对。你们就。你有请家教啦，有请家教哈，帮他补英文，所以他那时候就是立志要去美国打职棒，是不是？从小，他的偶像是谁？哦，但是啊，没想到民进党立委郭国文，他是在脸书喊话，说了棒协理事长辜忠亮应该要将奖金加码到1亿元，结果引来了网友炮轰，说是情绪勒索。对此，郭国文表示啊，是因为他的情绪太亢奋了，才会提出这样的看法。含奖金加码只是软性的建议，不是情绪勒索。他也郑重表达歉意，表示他愿意出资包场转播。
我想昨天呢，因为情绪非常的亢奋呐，哈，然后提出的这样的一个看法，那也受到许多这个网友的这个指教。但是我这边必须说明哈，我对于古董的这一个在职棒的付出哈，那以及呢这一个黑豹旗的这一个努力跟经营，只有敬佩之意哈。所以昨天呢，只是一个软性的建议，完全没有所谓的情勒的能力哈，啊，这个必须第一点来做说明。那另外一个部分呢，网友其实所说的说法确实有他的道理之所在。为什么？他说，与其我去过度的期待他人，不如呢要求自己付出。所以呢，我最近呢在礼拜六、礼拜天的这两场现场的直播，不论是大荧幕的费用也好，舞台的费用也好，所有公播权的费用也好，完全由我个人来承担啊。那我个人也会做出更多的努力。事实上呢，我现在的身份还是社区棒球的荣誉会长，我已经担任十年之久，我会持续的努力在基层的社区棒球里头进行做推广。不过我还是要跟所有的网友说一下，因为昨天呢确实是非常的开心的日子。如果有扫到各位的信的话，我个人在这边表示哈，拍谁哦，这不是我的重点，也不是我的这一个目的。我的目的是希望让台湾的棒球越来越好。好，但是当然许多人对于郭国文的说法是不买单的。台北市议员侯汉廷就指出，真的要捐的话，应该是要叫投案的台盐前董座陈启玉来捐，还有许明春啊、云豹高端这些人和公司捐才对。如果真的要捐的话，那我认为这个陈启玉居然回来了，他应该要捐啊，对不对？对啊，掏空跟台盐绿能，对啊，掏空台盐绿能又落跑，今天难得回来，对吧？那人家大家也都说你是不是趁着今天中华队正好夺冠，所以呢你才趁这个时间回来，让大家不要记得你。那你可以捐钱啊，你掏空这么多钱，你可以捐啊，或者呢是花人民就业安定基金去为五营开演唱会的许明春也可以捐啊，对不对？你花了那么多钱，而且呢还叫谢怡蓉花着什么促进银发就业基金啊，还什么青年就业基金啊，去给你买礼物啊，林淑芬说的，你也可以捐啊。那或者呢是啊，能够提前我们的经济部长就能够预先到菲律宾去种电的云豹能源也可以捐啊，云豹小公主赖品妤也可以捐。再不然呢，获得农业部数亿元鸡蛋标案的秦宇桥跟吴玉飞也可以捐。再来啊，就是获得民进党全党上下力挺，给钱炒股票，但是最后都不怎么爱打的高端疫苗的公司股东也可以捐。最后呢，是不法金额高达91亿，地址和民进党新竹市党部相同，又是小英知友会的立阳光电古盛辉也可以捐啊。所以这些人呢都能捐，为什么？因为反正他们拿的、他们花的，通通都是纳税钱呢，对吧？那他们应该要捐得很慷慨啊！你说要古董捐，平常他那个钱也是股东的钱呢、啊，那也是一般人的钱。我前面讲的这些人，他们可恶的地方就在他们拿的钱都是纳税人的钱。好，中华队的英雄们凯旋归国，桃园市长张善政晚间也直赞热血的赛事让他至今还是热血沸腾。尤其中华队28位国手当中，有11位桃园优秀球员。经过体育局密集的联系，他也宣布了本周四，也就是11月28号的下午5点半以及晚间的7点半，将会在桃园市府前广场举办桃园英雄见面会。参与中华队的桃园教练呢，还有呢球员们、啦啦队们都会出席来一起分享喜悦，包含了总教练曾豪居，还有球员林立、陈诚威，还有朱玉贤等人都会现身。好，所以现在啊，又是全台呢全民封棒球。那封场超过2年的新竹市立棒球场，因为法院裁定保全证据工程改善无进度，确定是赶不上明年中职开赛。苗栗县唯一的棒球场，则是因为大伦国中新建校舍面临拆除的命运。县府盘点，初步选定了后龙溪畔高滩地，评估可行性。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它添加5种 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强化皮肤修复，增加肌肤弹性水嫩，轻松抚平皱纹，换回青春自信。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活肤露、全效精华、精华霜，即刻启动冻龄密码。